练习一下，那个踢腿的力量嘛，踢腿的力量，然后要把整个韧带给打开，那个基本的空翻要会，比如说后空翻这些比较基本的，那还有原地转体360这样的动作要会。刚开始练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嘛，就在草地上摔晕，草地上找一块草地，然后就在那里尝试呗，克服心里的恐惧吧，然后就一直在摔，然后最后成功了，然后就很开心这样。对于那个自身的要求比较高吧，就是练习的时候必须要站一次，然后我才会结束就是这次拍摄，所以说就是给我拍摄的人他们都觉得累了，但是我自己还在一直不行不行不行，还要再来一次。教练啊，还有一些表演啊，比如说一些车展啊，什么发布会啊那些，但是不多，主要还是靠特技教练吧，因为比较教那些零基础的那些特技人，就是爱好者那为主吧。
我每天早晨做动作，等夏天你来以后拿着瑜伽垫儿，我再下去做瑜伽去，他就从那开始拍我、刮我，那个搞直播，从那时候我才开始认识的，他都带着我，我这些动作都是从床上开始慢慢练起来的。每天瑜伽，以前的时候身体特别不好，心脏也不好，那个血压也有点偏高。但自从开始练这瑜伽以后，我这心脏没事了，我身体都恢复得特别